好来，咱要上课之前哦，我放一点不这片，互咱大家小看一下吼。咱这个蒋介石当初所讲的吼，互咱大家欣赏一下，啊，了解这个事实。叫做复职的使命与目的，请注意哦，这是蒋介石的亲笔字啊，他里面谈到。他说：“中华民国亡国，中华民国亡国，中华民国亡国，中华民国已经灭亡。”告诉我们，1950年3月13号，蒋介石的秘密谈话里面，他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。可是这个真相，他当然不会告诉台湾的全体的这个中国同胞。他说中华民国还存在，这么一个幻觉，我告诉大家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一共蒋介石在1950年3月13号、那时候他下野要宣布复行逝世，他在一篇复职的使命与目的演讲里面讲到，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，也就1949年哦，去年中就随着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、我们今天都成了亡国之民。蒋介石讲的哦，伊讲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，所以我请拿军的朋友听清楚吼、这是恁的神讲的，讲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，在1950年就讲，57年前蒋介石就已经讲。台湾的定位跟主权争议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这样诠释：中华民国究竟是带给我们这个社会什么样的冲击？它是一个流亡政府。在台湾进行统治，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统治，我们看到了。顶到成功了嘛？对吧？今麦是变讲，你看，所以你讲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历史上来讲，它的确就是流亡政府，它就是从大陆被毛泽东打到撤退。我跟你讲，我学历史的，我知道了，它就是被。就是讲难听一点，就是大陆输掉了嘛，输掉了就嘻嘻嘻，窝来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啊啊！已经买新人三，利用这个新人，利用中华民国政府，对，流亡政府啊，一是军事政府，知道啊？一是军事政府，哦，中华民国有两个系啦，对啦，一个是流亡政府，一个是军事政府，我不是占领，人是代理美国占领台湾的军事。各位有听看到吼，中华民国在1949年，照理讲，已经死亡啊。但是咱当然拢唔知影，讲大家也听无，也无咩信。用这片哦，大家看，这电视拢有播过，李敖也讲过，李敖因中国人嘛，对不？哦，伊嘛讲啊才清楚，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。这清蒋介石亲笔写哦。伊在对我讲诶，你阳明山讲诶，吼、哦，即我今日播这个片段，我咧互你了解讲，咱台湾这块土地，在伊中华民国因早就死亡啊，咱台湾这块土地不是甲中华民国拢无关系啊，最主要讲，台湾民主是合法的，是事实的，你免惊，咱今年会执政，吼、哦。我阁是要讲这十大罪状，就是咱控告美国。我头甲恁讲的控告美国，但是我准备讲民进党。我较早嘛民进党诶，我较早咧街下路咧抗争咧是我。我民进党诶后尾是2000几分尔，所以我假妄谈。我意思来讲，所以民进党是为了台湾人咧拍拼。结果我来了之后，我才发觉讲，咱拢去用骗去。民进党是向左集的，你知无？啊？啊，你来行的？为什么去经过去做的？你敢知啊？不是，是美国命令伊做的，因为你台湾就讲民主嘛。啊、你民主拢是国民党，恁国民党咧独一党独政，你对这個社会、这個、国事袂交代。
所以美国甲蒋介蒋经国讲，你爱做一反对党，啊，蒋经国无法度，不得不叫一挂台湾人来。恁两个做一反对党，你要提钱，我给你钱；你要偌济，我给你；你要偌济人，我给你人。要提啥，你要求我，我答应你。但是我要求你一个条件呢，永远效忠中华民国。加了一句呢，所以你要看民进党的党纲第一条是啥物件？对，对不？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，名叫中华民国。所以脱离不去这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什么？什么国？大家搞不清楚哦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什么？中华民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中华民国简称什么？对啊，当然中国啊，按头被他们包赢啊，对不？因中国嘛讲一句啊，解放军跟中国跟解放军跟国军。合成什么？中国军。那你国军就是中国军啦、啊。啊，这民进党可恶不？因中国人为了伊的生存，伊不得不这还个个个个呢？你台湾人欺负台湾人，上不应该，对不对？当初是了，所以讲民进党是为台湾拍平，我提四万去解，你解停的。结果咱去用利用，要说吃吃民进党的，因为民进党就是国民党的啦。当中国国民党嘛，你民进党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嘛，啊是拢中国党。你讲台湾人欺负咱台湾，这悲哀，无要紧，咱准备出头天啊。因为咱秘书长大家较好个，伊发个只问题，咱谈即个土地的真相。因为他在日本读战争法，啊，这边阿辉阿咧问讲啊，林先阿你是读什么物件？伊讲我读战争法的，啊，就讲啊，你若不按即个战争法，啊，咱谈即个土地甲纳入个呢吼，我就和咱谈即个土地个呢。啊！了，伊才去了解、去研究，才发觉讲台湾这块土地，佮目前佮属于日本天皇的美国占领中。所以，咱发觉这個问题是，咱秘书长就在2006年去过美国，带228个，就是代表228事件的228个去共过美国十大罪状。第一，我违反战争法，按咱头台湾人的被是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来咱台湾的时阵，一夜之间，把咱全部拢变中华民国。咱较早是日本殖民嘛，对不对？咱的时段是日本殖民，日本名。你也有诶，唔知道你连去查去调调去何进去调，调你阿公迄个年代，拢日本名。咱较早就是日本籍，咱日本人，咱的时代是日本人，咱照讲咱嘛是日本人。为啥咱变中华民国？咱变中国人，真奇怪。但是咱台湾人永远袂觉醒讲，这问题咧都一样。吼、哦，第二喎，无任何法律依据安谈强制中华民国的体制。吼、哦，蒋介石集团霸占咱台湾的财产，你会记咱较早咱台湾的时阵伊用一块给咱换40000块，恁买记未？较早咱的钱吼，20000块，用个《民报》都买一几栋的厝。伊用一块给咱换40000块，啊，搁了后搁3500减租，把咱的土地拢占了了。无因的东山是安那来？就是3500减租给咱抢了了的。啊，3500减租，佮毋是說，我讲哦，一手你三分哦，毋是哦，手你伊个三分，佮是正产量个，毋是恁个，恁一点点嘛尔。
啊？哎，对，哎，无唔对，所以讲因有看我无，咱的钱拢叫杀去无，就是按家。我说咱本土台湾人的财产，就是一个敢换四万块。不是，伊就只是中国国因为孙中山的钱，伊阵啊一张纸，伊也是中国银行，不是台湾银行，中国银行用迄一箍甲人换四万块，嘿，无要紧，等咱执政的阵吼，换咱一箍甲换四十万，所以恁较巧的吼。贷款免啥害，等咱执政的阵，国家无共，咱一箍换四十万，恁来贷款，十箍就乱存啊！啊？执政谁啊？他说还要一点嘛。今年，嘿，阮礼拜两年外啦，阮借两年外啦，恁上好去啦。咱讲实在，恁上好去。但是阮心甘情愿，阮愿意打拼，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。阮敢若感觉阮是很甘愿，是袂讲阮的，阮愿意跟咱的秘书长来打拼，为着咱台湾人，为了咱这块土地，咱的子孙。阮今日阮两阿母，阮是做啥？我做主播的。但是我为了这个，我了解这个阵，我收起来。我本身。我做命理的，命理的，我搁做月水晶，我咧嘛看风水，啊，我搁算医生啊，啊，你超过的这我拢真来，依然执行的，我拢一切拢修改，归心专心来，大明就做代志，哎，心甘情愿，哦，啊，咱免一年啦，你吃苦去嘞。在今年年底吼，如果无猜错啦，应该在年底啦。嘿，高阶应该会有一个七月四号，美军要礼拜。你冇看报纸无？报纸有顶嘛？美军要礼拜嘛？咱台湾委托美国来代理一万个 NNC 吧？够唔人啊？你一个国家拜托人来解一万个，迄骗笑的嘛？但迄是美国军。请中华民国海军来管内呢？迄是什么意思？你知无？迄是交接呢？甚至那边一个军官要给交接起来，所以咱阵台湾所有的军的所在重要基地，拢美军咧占领的，已经接起来了。你那个下岗，你拢看得到一挂美军平头的，拢看得到。哦，代表讲咱美军已经拢入来咱台湾了，但是。七月四号，以用 NC 的名义正式入来。啊，九月底到十月初左右，中华民国身份证不能使用。啊，中华民国身份证不能使用，代表什么？啊？对，内行哇，你种大家真好，你无身份证，你嘛算久。我们身份证哦，我们那个神社下来，我们就有身份证了。我们有，现在有，所以你们敢办身份证？有无？无要紧办哦，无恁就约会哦。迄张是隔达人城哦，后边恁在啥？我顺便讲，哎，给你们的粉丝拍。哦，来第四哦，甲第十。那用七十条控告美国，各项美国总统、国务院、国土安全局，哦，咱两千零六年十月二四，228个教授甲博士去美国，地方法院甲宣告，台湾的地甲咱的人权，咱袂因为种你安尼国家袂使过的。咱讲个人权，总统袂使过的，但是咱个人权会使。
两千块无八年，三月十八，地方法院判决，咱台湾人原告基本上已经六十年无国籍吧，嘛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咱百姓生活政治联合，承认台湾阁是美军占领中，有看无？叫美国法院判出来，咱台湾阁是美国占领中。美国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咱本土台湾人权诉求，应该上诉的。啊，咱过落去了，咱就爱去上诉嘛，应该要有一个判决嘛。然后咱个高等法院，两千块了，伊四月初是判决维持原判，干那本来六十年变到四年，好不好？维持原判。台湾人在美国军事占领中，美国单位应该协助原告诉求，还可以上诉。这美国高等法院判落来哦，然后咱是阿个各国最高法院，对不？哦，你刚讲的是高等法院阿不是定谳的嘛？阿个最高法院，所以咱个国家最高法院。两千公告，你这个虽然上诉最高法院啊，美国国务院知影，八月初六，伊马上宣布放弃抗辩权，外国甲恁辩啊，因为恁台湾国外这十件我拢承认，拢属实，拢属实，所以他不再抗辩，伊承认因输啊。有两千公告，你才个吹过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。中华民国看了这个，马上给他宣布讲，台湾民政府过失啊。啊，咱当然吼，应该袂去了解问题啦。伊后边无甲你讲待审，咱个够赢嘛，对不？伊心里放弃啊嘛，放弃是咪咱赢？你讲笑个，对方啊放弃，代表咱赢嘛，对不对？伊无甲你过，伊有意思啊嘛，是毋咱赢？啊，为什么讲搁置本案？但是中华民国内底内容拢无人讲，伊就讲你搁置本案，中国台湾民众会输啊。后壁再什么无甲你讲？为什么再审？这些段在讲，并要求政府依旧金山和平条约规定政界形式，因为古金山。和平条约是国民党的实现，也造门。所以咱台湾囡仔咧读大学的时阵，法律的时阵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绝对读袂到的。哦，来，咱个回到登记家中哦。本土台湾人原告大约六十年前没有国籍，什么叫没有国籍？各位在座怎知影？咱是无国籍的啊！啊，这无国籍什么意思？代表我请教下恁各位，咱有时岁无？恁时岁啊，去娶外国不母，咱用少用简单的条哦，去娶越南婆啊，越南母也不用婆啊，越南母。哎，泰国母、大陆母、中国母，不管对一国的，伊也去甲你告，也甲你告落去，恁的财产拢无去。为什么？恁无国籍，恁无国籍免有土地，免有财产，这真严重嘞，咱都唔知影呢。遐人知影吼，恁下头个没收呢，咱无国籍，咱无国籍，承认的政府嘛，咱无政府啊。你要讲国，你嘛无靠山行可以靠，对不？咱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啊，中华民国不是政府啊，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啊。流氓政府是不能就地合法，今天还记得一句话。后边啊，中华民国要跟你讲这个哈，用流氓政府未使就地合法，占领国不得主移转主权，占领区。不得移转主权，政令古你那个记的，政令古真重要。啊，政令古你若要跟你讲，你甲政令古读过，伊就无法度跟你讲啊。
好、哦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哦，哎，安尼无语。啊？哦，对不起。哦。人民生活在政治任意，你说政治严格，什么叫政治严格？咱敢知啊？在座敢知？啊？政治压迫？不是，你要讲政治压迫吧？不是讲你唔对，但是真正的让你唔是在家。政治任意就是讲吼，恁摕的身份证是什么身份证？中华民国嘛，对唔对？中华民国前身是不是中国？啊，恁摕中国的身份证咧，台湾的总统哪有可能？伊算是选中华民国呢？啊，你是台湾人呢？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台湾人？啊，恁台湾去选中国的总统？嗯，有敢有合理？敢有合理？对不？恁？台湾人去选中华民国的总统，那是奇怪啊！人是不是啊？你人中华民国选总统，跟你台湾人有啥关系？你是安怎去选？啊，为什么给你买票？因为你民主，你总统来选嘛，啊，美国要求的嘛，啊，选。美国要求一句哦，你若选总统，你也无超过50%，你中华民国爱等于中国大陆，因为台湾百姓无拥护你，这是国际法咯。所以蒋介石不得不下令买票，你知无？啊，恁不应该投票，恁去投票，啊，佫收这个钱。各位，您敢知道您去投一张票，您来花人钱无？您敢知啊？啊，偌济？啊？对，我咱在座拢真有概念。候选人领30元，所以马英九选总统摕偌济钱回去？几啊千万？对无？麦蔡英文有领对无？有啊，因那跟算，因拢有人领。立法委员算也人领，因算主要有算拢人领，30元。因的党诶领50元，领4年拄啊230元。啊，钱安怎来摕？恁的税金扣了了，咱嘛毋知影。全世界有人讲，甲你投票，啊，搁互你钱，就中华民国。安怎慢慢衰嘛，对不？啊，一直给你扣，乌白扣，反正要扣你的钱，现在一个门门外就给别人扣钱啊！啊，台湾人戆戆高，戆戆高，戆戆烂，这咱台湾可爱啦，啊嘛可假气啦，有影？因为咱台湾个性真好，拢较和平，啊较好管，啊要讲起嘛真歹管，哦。这里政治任意，因为咱不应该去投票的。政治任意就是问题在讲，所以美国得不讲这政治任意，就是你们不应该去投票，你们去投票，因为投票是选中国的总统，不是台湾的。啊，你们台湾人，啊，你选这美国嘛，感觉真奇怪。啊，咱讲给美国听，美国讲嘛，不爱相信，讲够钱人谈的。有哪有可能？咱甲甲讲，要去调查原因，唔叫快点在破这个人民政治炼狱，咱的政治炼狱在里讲。但是咱谈嘛，快点嘛，阿伯都了解。哦，这嘛个政治炼狱，这句拢在调的，这是真要紧的。咱今日嘛是过节赢的。哦，来，咱正在攻击的搁置本案待审。咱个过年，我现在改搁置本案，搁待审。恁敢没了解？啊？
对，你讲，我恁这种有概念，对我阁讲较清楚的。各自本案就是讲，美国国务院就放弃啊嘛，伊输啊嘛，对不？伊要甲你辩啊嘛，伊讲你赢，我照你这讲的，我拢信任。啊，美国法院就爱宣判嘛，啊，你赢。台湾这块土地，今日所过就是台湾这块土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爱判讲土地害恁，对不？啊，恁今日过是过台湾人，咱就过中国中华民国，啊，咱为咱台湾争取的嘛，是爱害恁台湾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恁台湾人对，恁台湾人对。美国讲我要害你啊！你不要叫台湾人来替。有啊，我台湾2300万，哪是啊无人？有啊无？无啊，对，没有。因为你们拿的身份证是什么？啊，对啊。啊，恁中华民国该告我啊，告我土地害你害台湾人啊！你告我叫我给恁台湾中华民国来替啊！我你到底告啥意思？是咩？给恁台湾来替，唔得对。啊！你讲中，恁的身份证拢中华民国呢？啊，中华民国是中国呢？啊，我到底和中国有哪可能？对不？伊讲我到底系你有台湾人啊？哎，有影啊？咱台湾人对呀？我请教各位，咱台湾人咧对？你对呀？应该回答未？我相信真在座真少有在要回答。这是咱台湾老实啊！真侪代志拢漠不关心的效果，对无？人讲要害恁台湾人啊，恁台湾人对咱咧家己搞不清楚，搁是美国教咱，咱是告美国，美国才敢教的，啊无咱嘛袂晓。我台湾人2300人是啊无人，歹势你拢中国人呢，对无？所以美国敢教，恁回去叫恁咧台湾人去申请，恁也是因也是大人，日本籍的。日本籍呗，因为中华民国人但无受日本的统治嘛，所以无日本籍嘛，对唔对？啊，是唔敢分开啊？啊，这简单的事呢，咱想无，咱想无。为什么？咱因为咱受了中华民国独属的70年啊。我当初来台民政，咱台民政府是安那礼拜，我一个朋友，你甲我讲，伊讲我去因家，我拄到，伊讲要，我你要倒呀，要出去。我咪同嘅，伊讲咪上课，我啊食到40、50岁咧上虾米课？啊，讲我蛮唔知，伊讲等下我再加讲，我好好，啊，近三间卡我啊，叫我去。啊，一次我都去呢，见面甲讲，你知是日本人无？我靠，幺你无两工尔，啊，读两工啊，主要你就讲我日本人，啊，你是咧变啥样？我听了下去，我的思想是讲，啊，我中国人，你是咧啥？我台湾人，我那变日本人。啊！伊钱也治袂了啊！啊，讲上两三工，啊，就甲我顶来咧啊，历史伊也无安尼啊，所以啊，那钱就治袂了啊！啊，钱甲面红滚啊，粗来气屁面啊！啊，到尾啊吼，伊甲我讲啊，你到底要去唔去？我讲吼，啊，你这个人的个性吼，袂共骗。啊，你今日为了这家钱家呢吼，咁要冤家朋友会无要做安尼？我讲我会去，我会去了解。如果唔是你所讲个，唔是我所想的，歹势我甲你拉转来。因为伊讲袂清楚啊！啊了，我在报名跟你同款上初级班，我听了吼，我马上顿悟。我两个阿婆呢，上三天了就挡袂住，随去报高级班。我是安尼礼拜。所以讲，恁今日来遮吃苦去。因为阮奋斗要两年要三年啊，啊恁准礼拜算接福气的，我下礼拜会订购买伫食，所以这边人愈来愈多，我销售真好，啊，哎。现在很多党，现在很多党，
什么政府什么都有，还有美国、台湾政府，很多那个都是假的。嘿，用给人进步金哦，什么民国党，嘿啊，有啊，遮多，嘿，伊也是国民党派出来的扰乱的，嘿，美国台湾政府也是，也是，故意捣蛋的，对，故意要捣蛋的，你伊冇身份证啊，但是你看伊的身份证，你也唔相信，你讲伊个摕个身份证来，我看去啊，你讲安尼。咱这两年的身份证哦，咱来美国，你要过台湾，你可能要 passport 无要紧，因为台中华民国一解些麻烦啦，咱就用 passport 出去。你到美国海关，你用伊的身份证，用咱的身份证，看谁会当入去。啊，你该讲小事。如果你会当入去，你的钱我拢我负责。啊，我会当入去，你就会当入去，我所有开销你负责，看伊够无？咱的吼有晶片的，因为。他跟我讲说，你们都是被人家骗了，现在很多搞鬼的人都被骗了。对，因为咱台湾人很容易受骗，骗久骗到吼，大家惊，所以你要台湾民政委员讲，大家嘛惊，无要紧。他敢讲看较远的，会当礼拜，伊整世人有烧好香做好事的。他有因果的，他有得到好果，他会当礼拜。啊，伊也无法度，迄个是伊顶世人做了无真好，无迄个福气也得也得好啊。我甲你讲，我兄弟也讲袂通。咱若得台北去所带人来，我讲的吼，十个占八个拢礼拜。啊，但是吼，我家己兄弟亲，我安怎讲都袂用的，亲人难度啦，亲人难度啦。虽然我嘛当作讲啊，我倒个兄弟是兄弟啊，但是个人的因果无同，吼、哦，伊就无迄个福气得着。啊，这个我唔知道秘书长有甲恁讲无？讲这個可能无甲恁讲，因为真无安尼。恁有这张身份证，甲有恁老礼拜这个政务官员阿平恁的钱吼、哦、开不完。啊，哎，啊，这是恁的恁应该得的。啊！你来好阿伯，因为等你执政的时阵，咱今年会执政啦。因为甲九月也想讲，中华民国的身份证阁袂使用的，对不？啊是变啥的？你唔相信？你要去古人即阵咧有咧联络啊？哦，你若有贷款的吼，伊拢会甲你联络，叫你换身份证。我有听风声。没有国籍啊，他是对方的国籍。他的是小孩来办就不行。基本上来讲的话，不是可不可办，可以办，但是他和台的那个国籍是不一样。他的那个像台湾来讲，我儿子娶外国的话，我生的孙子可以办。不可以办，但是他。身份证的话，哦，应该可以啦，应该可以啦。但是里面的那个住那个不一样。譬如说，我们的国籍，我们是台湾，但是中一半台湾人，一半中国人是 PTW。哎，对啊，中国人是 CE。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不是不一样而已。如果说那个的话，只要是台湾人才有这个福利。阿伯你就知道，你啊，但是你若讲一半一半的话，你只要是政务官员都有。如果他跟那个原住民结婚的，原住民本来就是纯台湾人啊，原住民本来台湾人啊，伊是高山族，咱是平地族啊，伊高番咱平番啊，对不？哦，所以不要紧，哦，啊，就讲到这里。搁置本案哈，即我头甲你讲起啊嘛，就是讲伊要交台湾这个土地要交予恁台湾人嘛，啊恁台湾爱你申请
咱的日本籍，以美国以你的日本籍作为判断，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？哦，啊，你啊台湾人，你用个签证身份证 TW， 嘿嘿嘿，后边这个身份证较好用的。哦，啊，你啊台湾人，美国要求咱要有四千名政务官员，啊，那个政务官员。因为中华民国当初陈水扁来带咱台湾，伊带一千名的政务官员来接咱台湾，因为咱台湾六百万人，啊，咱阵两千三百万人嘛，所以四倍要求四千名。美国你要四千名的政务官员，做，伊就按台湾这块土地的尽管交给咱。但是咱阵即阵目前咱已经三差几百个啊。啊，真正讲起真早就已经晚了。啊，因为中国民国国民党诶哦，伊知影，所以伊派因内底人出来，来咱台湾民政府加入。等下你要四千名，伊总退出去。伊即个美国伊也无够人。啊，美国一个查落去，开始无够人，因为人拢退出去啊。啊，为了咱阵人，咱准备4400名，那是利用这国民党诶。变卡手，啊！咱阵阿边人讲四千名，恁的四千名里阿边政府官员，恁的薪水也较悬呢。哦，啊！这美国已经要求咱这有关的，就是讲咱台湾要开始执政啊，对不？啊！咱中国人变样啊？要讲变样啊？咱就叫伊。对呀、啊，平潭，那一点，那点平潭，甲金门妈祖，你有看到那点平潭无？迄就是阿边中国在要，中国要撤撤退去呀？这有只海峡号，你嘛不听见无？阿边在那个台北港，八里那遐台北港，甲台中遐哟。哦，这两位要撤退的路线，那船啊真大台，那里准备要给人撤退，所以后边你国民党诶，拢会去平潭，啊，甲金门妈祖，所以你看金门妈祖已经建设甲真好无，平潭建设更加好，有啊无？还是像的，恁的，不是中国的，恁的，是摕恁的钱去遐去的，因要去遐享受的，有够无？有，明白有够高的，因无羞耻心呐，因摕恁的钱去遐去，去到外好的，所以恁老去遐，因老去遐，中国人哦，一间厝拢免钱。金门妈祖也是，咱台湾真侪人贪小贪污，嘛走去办咯，去金门妈祖户口刷去，福利真好。嘿，我捌看过，捌拄过。我小时候有哪讲互恁听？哎，台湾人小贪，嗯，带去当金门妈祖。你甲看讲，即个中国大陆后壁即个土地遮大。平潭后壁迄地遮大个，咱等安尼，伊看伊偌大条。啊，为什么要登记？因为美国当初就是早一万年，咱伊设计一局，我中国民国去跳，一个法，叫做国共和解。美国总统去甲中国讲，你爱哄登记。当初你是对立的，啊，因为基于人权，因为蒋介石顶面要叫伊登记，伊讲啊，我反共，啊，你叫我登记，我是一定爱死的，一定爱被台死。啊，基于人权，美国不得不给留的，但是美国早已经用一招，所以伊设计的局一个法，和中华民国去签，中华民国签个欢喜个无？伊刚签了后，伊刚当刚签好了，第二刚美国第四刚离。就马上过来咱台湾啦！你左营，你宣布啊！伊这个军舰到来提出个，你就跟咱台湾，你表示讲，这台湾
归美国在管的，伊宣布业主权啊。俺台湾嘛无人知。X 法签 ，X 法签了后，美国第七感就了礼拜安尼。哦，啊，因中国大陆，因咧中国人要等于平谈，伊是毋是先拢炸登去？对不？所以你看中国人来咱台湾投资，开一间公司，干那贷款几啊百个、几啊十个咧。拢免担保，头一个月利息甲你来了，第二个月就无了吧？呆账，啊钱拢刮刮登去，啊，坐上来了，咱家台湾人，安尼啊，伊说啊等于平坦，啊你交易啊等于平坦的时阵呢，你卡打人的底。迄、那个地上个阿强阿爷嘛，我较早人睇你袂着，我时阵来遮我无甲你修理，敢袂得？是不是安尼？较早是要修理中华民国、国民党个啊嘛？啊，你无代无志到我遮，你阿唔着？我甲你收留，奇怪呢？中国大陆迄个土地遮大，无转去，你甲囥个遐？你照讲个和解是要用转去，人有个故乡嘛？是不是要用转去？为啥无好登记？你几啊百万人登记大陆假搞内乱，啊！我是证明读个无少，是不是安尼？几百万人去比去大陆去搞革命是真惊人呢，伊个分布伊就真惊人呢，对不？伊就甲囥个平坦的嘛，好管理嘛，对不？啊！你打我的地啊！啊！你阿拉税金无？啊，六十斤无？哎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按台湾摕来钱，你爱报无？哎嘛，一定爱报的嘛，来源嘛。中国国民党摕的钱，无我一个是有来源的啦。我跟你讲，全外国的啦，全抢咱的钱的啦，因绝对无来源啦。啊，无来源嘛。啊对对对对，没收啦，没收，因为你没来完嘛，你没有来代表你这个钱是不正当的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没收，所以引起啊，我讲中国大陆的政策是化变就变啦，对不对？因为出阵你来，我欢迎你来，你要什么条件我拢有，也免拢免税。所以你有出一个委员会给你，但系你正式咱断了，咱叫挂出去啊！台湾无可能个寄来啊！大陆无可能个你去，是老实在平坦，你固在人留啊嘛！啊，你债怎样啊？没收，啊出嘞，歹势，没收，对唔对？到时安怎样？咱把这个叫做报应。当初伊安那对付咱台湾人，换因中国人个对付因中国人，对唔对？这是绝对个啊！因为中国接起国民党个，真较早就要甲因抬啊啦。毛泽东甲出阵时阵拢共款，拢要甲抬，是无依法抬袂着。你行自投罗网，我来帮你刷。台湾个国民党共款啦。你也是台湾人，你有认同台湾，咱今日是讲人权，你就是中国人，你有认同台湾这块土地，你愿意为了台湾来付出，你拢会使身份证、身份证，应该住台湾的。咱无像中国人啊，因的心肝较强，咱台湾人吼、哦、就是这个心肝太嫩的，太好的，但是这是嘛是咱的优点，啊嘛是咱的缺点啦，嘿，所以讲因中国人。卖讲，台湾人嘅国民党嘅，对中国人嘅国民党讲，伊要认同台湾，咱拢会好申请，卖要大。但是起头是居民、国民，唔是公民，咱是恁那边拢是公民。公民有一寡优惠较好嘅，
但是居民无，哦，但是居民要有六年，六年的时间，你来讲无犯罪、无犯的，啊，佫有对咱这個台湾有一个贡献，你用个申请公民，赶快，因为咱讲的是人权。咱台湾可爱所在，你咧食，心肝真好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后边来去平潭那个看，不是不报，时机未到，但是现在到了。明年咱个眼睛睁眼睛看他去平潭是受到什么的待遇？啊，就是我讲报应啊，对不？哦，你看平潭建设个真好，对吗？你为什么要应该容纳600万人口高级集中营？金门妈祖嘛，同款哦。咱台湾就阵了，因中国阵开始用在中华卡，你嘛捌听过无？中华卡，你千万爱记，唔当去申请着哦。迄申请了后，你台湾袂倒来啊，因为你中华卡代表现在是哦，中华人民国的人啊哦。哎，面前是中华卡，第二个就我讲你千万唔当去申请，因为中国大陆嘛故意的，嘿对，迄张申请就讲优惠较好个哦，啊，请落去你就啥输赢，因为安那讲，咱那个七成就是一定无个万年嘛，所以为啥香港即阵乱搞呢？你无看阵阵办中华卡就无台胞证啊？迄是台胞证，迄马林，恁只台胞，对唔对？人讲马家，因咧海关嘛讲恁只台胞啊，伊无讲你台胞哦，用台胞，该讲只名个啊。啊，你搁想看卖？中华民国个护照，你去摕中国大陆会使用个未？会使用个未？未使，你想你搁试看卖？你也无迄台胞证，你绝对袂使入去，对唔对？啊，为啥你中华民国你讲上海啊？哎呀，你为啥无入去？因军的人无人敢信，你是一国家嘛？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嘛？全世界拢认定的，你唔是国家，你是流氓政府。啊，你流氓政府，你唔是国家，你哪会使管 passport 袂使呢？对吧？你流亡国家来咱台湾，你叫台湾人去做兵，敢袂使？袂使啊！你甲台湾捡谁会使袂？袂使啊！啊，佮会使西藏那达赖喇嘛是毋是流亡政府？伊是毋是去印度？伊敢袂甲印度讲你来甲我做兵？你来甲我交税金？讲一句话歹听，人佮你可怜你，留一块地，挂一块地，互你大可怜你呢？对唔对？你敢捡税金？你凭做一手？啊！你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，你来咱台湾，你是凭啥搞扣税金？就凭啥叫人去做兵？所以咱那边要求美国，咱袂使做兵的呀、啊。咱做兵，咱那边要求的，对唔对？是不是啊？你哦，所以个流氓政府你本来袂使，无迄个权利嘛。所以那边应该要求啊。好来，各位敢知道咱一挂单位拢撤除啊？你敢知道？行政院、卫生署、你个财政部、国防部、国防参谋本部组织条例废止，国防部军备局组织。咱所有的国防家里政部、财政部拢废除啊！你敢知？咱拢忘知。哎，好，真好。来，我搁互你看，来，即人有哦，内政部、警政署、保安吼，啊个，我先搁摕互你看，咱一项叫行政院哦吼，有无？卫生署、劳工保险局组织条例废止案，萝卜嘛无去啊！恁都看国家，恁嘛老板唔知安去。大家怀疑噶，老保局嘛无去啊呢？你嘛是这个咧啦，
这拢有主管的哦，这拢有因为有这类管理哦。你愿意查无紧吼，你要看这张来。你有看这张会址国防部参谋本部、国防部整政作战局组织条例、国防军部局组织条例、总统令，我看无？中华民国103年1月29日，一个号码会址国防部总政战局组织条例，总统马英九，有无？行政院长江宜桦，国防部长严明，严明，马英九有啊无？我叫马英九无搞不了哦。这个九是正音无？1234578，是九对唔对？我无啊无了。伊也要讲人搞不了是对号入座，我袂插伊。总统马英九，对无？这敢会假？所以讲一寡条例拢无去啊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伊要登去台湾迄个所在，叫做啥？对，平潭。啊，佮要平潭，你坐车要登用个，大陆也袂用个啊。所以废除，但废除才做咱台湾网灾，对无？哦，啊，这嘛是应该就会亲不离啦。好，我有看到，好，谢谢。我蒋介石的亲笔字，哦，咱所有的国，咱大家看，上重要内政部，哦，我看啊，财政部这上重要拢无去啊。啊，国防部，国防部噶无，你这国家军人不是国家嘛？所以为什么咱准不能征兵？为什么咱准不能征兵？这是咱国民国的，因为你流亡政府袂使有军队的，所以咱为啥咱的建车阵无迄个车轮牌？因为你流亡政府不能有军队，有军队代表什么？恐怖分子，对不？所以美国下令你袂使有兵的，所以伊唔敢征兵，所以要用募兵，募兵嘛袂使。啊！咱台湾网站个查，我马英九宣布我袂使征兵，甲伊讲咯，其实是咱告美国个，所以咱个家属无必要去做兵啦。所以84年出个人免做兵，你啊，伊个咱较早甲过年诶时间，2006年啊，甲2009年固定法院判断了，你甲算，都要83年了后，不要死就免做兵啊。好，啊，咱今日时间搁食吼，啊，多谢各位。啊，如果有啥不了解，你来问我无要紧吼。啊，咱今日就讲搁食为止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